这个包饺子的。王哥，你给我几个里头？分期收款是这个意思不？30元。分期收款36元，45元。那还能算出两件来？完你干他！你说买我买最多这外衣还多不要钱？好，62姐。62。那咱这过了二级那个。啊？过了二级那个。也得那上了。好嘞。啊，装个袋，60。好，稍等会儿姐，二斤。你要怕我拿走，先搁你家那块。哎。大哥好不？纯黄瓜条这叫，35大哥。是这个不？啊，最好。这个给我拿上。哎，等我，等我，等会儿。啊，你这都要是不？都要这100块钱肉，100块钱的，啊，126。能搅啊？现在能搅。搅一半，熊正给你留，看着吗？这瘦的都留着，这个饺子下都够用。所以说这肉它相当的好。30。啊？别听我白话。那离急了，够了。香吧，随便香。随便瞧，随便看。少点肉。这没上呀，多一了。喊了，少点肉。我不说了吗？让你多弄点肉，给你一百四十上。不大。好，这没你说那多，260。啊，行。啊，真是少50块钱。那咋的了？是那上块肉可大了，65。不软呢？啊？不软呢？不软没有卖着的。哎，你给我来两排骨啊！来两根，那没法卖了。我给你买点汤去。你做汤搁尾骨呢？不是，这是冬瓜排骨。冬瓜啥？那个冬瓜丸子汤，你给人冬瓜排骨汤。不能差了，他儿子他儿子没料够，不是你说回来看看，没料够，这排骨有人要了咋的？这个没有人要，大堂底下是那些求来的吗？他说你昨天订的，他拿错了，给这一节子没了。哎呀，他妈没来，今儿给明天给拿来中吧。明天要再不来，那我可就明天固定的一个周围大堂。还有一个堵着是吧？是，嗯，他还拿错了，啊，行，我知道错了啊，明天明天保险，啊，明天他妈就来了。微信收款63元。这个，等会儿人情都要。给我谁要？你呀？啊？给你打的不能给别人？给别人你跟我有气。推多呀？多点呗，102给100得了，多好啊。上哪找治好熊就完事儿了。来几斤三？来个七八斤儿。没有，别来了，来个五斤儿。那是前槽的后秋，你提那个？我提这个票袋，不叫前槽，也不叫后秋，是吧，大哥？票袋是啥地方的？啊？我说票袋是啥地方？就叫票袋吗？就这儿吗？我不懂的。那牌子都啥玩意儿？来个，这是搁门儿，婶儿，看着吗？他不占份量，婶儿。不占份的，不占份到家。瞅着难看是吧？02是吧？啊。行不，婶儿？去点儿，大肥子。哎，你要求去就去点儿，有的人家不让去啊，婶儿啊。啊。有的人不让去，人家去完先瘦。90。哎呦，啥看见是？瘦肉。啥色儿的？纯瘦肉，没事儿，你放心吃好。来点新，来点新的。你从那边来点新的，没非得从那上来呀。哎，就低一点，蹭你够疼。这还多7毛呢，不中。到嘞，是叫地排骨，是叫铁匠玉石匠，实战。不，我不抽烟，人都不认得我，都穿皮袄，你看着？不是，你不抽烟，你又又卖不出去。嗯，地排骨。把这肉刀拉完了。上班啊？上班来不及了。
上班领导都不说你呀、啊。晚着晚点没事，你说我有事儿。不行啊，你晚点让我做饭。还划咱呢？他可胆儿肥了。给我切切多少钱一斤？啊，12。给我来一把圆的。来啥样的？就是后秋就行。吃点这个给我来。行吗？吃多。多多点呗。俩一百。行行，多好这干呀，蹲尖儿啊！嘎嘎哥，但是哥给你添个瘦肉啊，别插秤。这肉吃的都俩味儿，5百多斤大呢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啊，人家还有五。哎，啥肉？哎，根本没有这个。这狗的这吃的都不一样啊，人差不多。这你要哪儿？我这边要扣一个那个多少斤？3斤的，那啥拉那儿了？我在这儿正给你拉呢，3斤不挺好？这啊？哎。啊？这到家咱还我收还能说账？婶儿就这一点，你再让我骗你啊？我媳妇到家说我了。啊，60，正好5斤。啊，你要说这个骗一点凑合了。这谁要？我咋这么肉？都让它变成好肉啊！要是说我这没搞肉呢，冲啥说呢？哎，玉大肉，这多少钱？200。202，6200。扛上来，美女。来来来，我知道。没到时候，你那总给别忘了啊！腰子有，腰子要一个。支付宝到账200元，是来俩腰子吧？来，给个钱。好，贴钱去，60，吃三块，大姐。5块钱一个吧。5块钱一个？哪天咱小猪的你来，大的我不合适，我不给你。你放心，我比你还尖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我说实话，你说你还有买的还有卖的尖，他5块钱一个小腰子，15一斤，这是有数的玩意儿，你论斤你买最合适，最公平。再来点，再扣俩。我这都500多斤大猪，你论个买？中不？大肠多少钱一斤呢？大肠，看你买啥大肠。大姐，好样去。好的。啊？买好的，最好的20。哎，这大腰子咋了？这是前排是吧？啊？一个前排，一个后排，还不够你的。我那个就够了。没有，光这个就够了。这个肉，好，大哥。你说这个给前面打上，是吧？然后再来一块钱桃，这块的钱桃。100。啊。三中吗？行。好。然后剁了，剁了，剁小点块，美女啊。行。好，前桃来多斤？来10斤。大哥等。啊。10斤前桃。瘦不怕瘦吧？肉这东西，然后肥的能给我切几点吗？我给你拿瘦的中吧。行。其实那前朝挺好，你大妹你非得要这个。来个，这猪480斤，这猪照那猪小差得100斤分量。500斤是哪头猪啊？啊？500斤是哪头啊？这头，看着没？这个，来，这大白屁股。这俩是一头猪，等一会儿还来一块钱条啊。这猪480，这猪肉说我跟你说500斤猪你也不认的，我这人就实点。啊，肉12，要瘦的是吧？瘦的啊，越瘦越好啊。对，
行不，妹子？行，天高一百五，中国。行，那个是一百三。你把土贴过来一点。啊，行，你不贴就不要补啊。中了个一百五，装上吧。爪子，爪子咋卖的？啊，爪子，猪爪子25，啊、也没有了。是我问哪儿？也得明天了。我不约定吗？啊。三斤大肠，明天啊，绝对好。咱们行了，打点肥的啊。真累了呀。中打点肥的。要多少？比不。都去完了那个。够不？这个。都去完了。你看我婶儿点头了。哎呀，你们这个样，打点肥的啊。没有肥的。你拉屁，拉倒，没有肥的。来这个是吧？大寿，咱有俩寿，我给你周个儿，你看。那不就打点，打稍微打点。你再打人笑话咱。你不笑我不笑话你。大寿，你说你会卖肉不？皱一层皮还让我打呢。我不笑话你，我天高一百五。他比他打的多打。你那不是打标的地方。伸着脖子找。啊，老实行吗？好这么一下。啊，行。是吧？这肉多好啊！行，纯梅花的，一百。大哥稍等，明白没有？我不就等不我那他给去肥的，我不给去肥的。你看看，你看看这肉，绝版。今儿不搅鲜了是吧？啊，不搅鲜了，没人搅啊！赶紧拿回家洗一洗。谁叫买这鱼它不凉了？你瞧瞧，180把油。嗯，光给你这个。那肉搅什么肉馅儿啊？咋说啊？那肉炒是炖吃的肉。炖的吃啊？那可不。我腰排咋吃啊？啊？腰排呢？腰排蒸片肉。看着没呢？你买是这刀，这个人我收都要着，你不得镇着打？你不给你打标，人哪干呢？大咕噜，对。怎样行不？还用切了不？来呀。好，那个就是。多少？一斤二斤。切开。切开，装俩袋了啊。十二一斤。爸，先从这个来。等会儿，你先装大，给这腰完了。稍等一会儿啊。哎。我吃。你要淘汰这块儿啊，那块儿嫩点儿。玉丸，你给套个袋儿啊。啊。大肚得多一斤，看着没？430。430。哥刚450了。我大哥呢？哎，找一个。450了。40。好，450。你这钱够。在哪儿去？微信收款450元。这地方要这个的。那不叫也行，太行了不？这就行，他拿。是不把人亲哥了给拉扯好了不？啊？哎，送去吧，60估计，你不让多拿吗？五斤行吗？领导呢？五斤行啊？啊，行，五斤行不？先炒这疙瘩搁里。啊？先炒这疙瘩搁里。咸炒，我是灌肠。啊，灌真吃都好啊，你就干吧。啊，行。啊、要。领导批准你就要。你管不着。我每条都来。给100吧。我走了。